参见陛下。 起来吧，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本上奏，数月来陛下缠绵病榻，实乃遭人毒害，下毒之人乃是宁王殿下。大胆，你有何证据，在此诬陷宁王？据臣调查，陛下所中之毒名曰屠夫，中此毒者会缓慢丧失神智，直到死去。 长期服用此毒者，在发根会留有毒素，陛下有没有中毒？只要一验便知。臣恳请陛下，宣太医院正太医当场验毒。宋统领定然是对我有所误会。父皇，宋统领今日怕是吃醉了酒，开始说胡话了，还望父皇。 不要怪罪，我没说胡话。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。我要在朝堂之上，当着众人之面，揭穿你的狼子野心。宋统领，想必是受了小人挑唆，才这般不依不饶。若你问心无愧，为何不敢当场验毒？宋统领，这里是朝堂，不允许你胡闹。 陛下，臣恳请当场验毒。宣太医院正太医。